好啦，講到夢想咧，我哋嗰個主題係 Jumpstart Your Dream 啦。咁其中一個係希望透過音樂帶到更多嘅愛，帶到更多喜悦，帶到更多嘅平俾大家啦，咁樣。咁嚟緊呢一 part 咧，Jasper 就靠你自己啦。相信他的家人應該都覺得很幸福、很開心，是不是？